2022年由沈腾主演的喜剧大片《独行月球》震撼来袭，猎奇的故事设定，全新的背景题材，沈腾马丽再次携手主演，含腾量更是百分百。我们现在除了看着他，什么都干不了。故事开始，月姬计划落户月球，却不料遭到天外来客陨石的袭击，危机情况下，队长马丽下令全部撤离，却把沈腾落在了月球。等到他反应过来，火箭已经发射了。299人都撤了，地都拖干净了，就把我给拉。拉一个人呢？有你，我的位置。基地出门右手边第四个大坑。由于没有赶上末班火箭，沈腾被迫留在了月球。就他一个人呢？可更不幸的是。我也想试试。地球毁灭了，我还活着。就在他回到基地的时候，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诡异身影，所有人都撤离了，那这又会是谁？未来世界，月姬计划遭遇变故，神秘陨石突然天降，腾哥成了月球唯一人类，又或者是全人类唯一的希望。可这并没有打击到腾哥，他还是乐观地面对生活。能把我难倒吗？倒了。直到这天基地出现一个身影，腾哥还以为有其他的幸存者。发现在哪里？那是雷城人。腾哥被吓到昏厥，为什么月球上会有袋鼠？觉醒了。练手吧。而这一切却被人在屏幕上被人看得一清二楚，原来地球并没有毁灭，被破坏的只是通信系统。下下下刚烧开还没有连一张独月是吧？独行月球含腾量100%。7月29号一起期待腾哥的奇妙月球生活。距离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8年了，始终没有找着一个合适的机会跟你表达我的心意。独孤月，我命令你不准死，无论什么理由牺牲一个人都不应该。